去这么强。好，这也是一个梦幻西游大咖，15+10的虚无孔庙高端玩家。兄弟们来了，一样的加成140，法宝法宝法宝，速度速度，我操呀，狂暴啊，狂暴，一样的加成是狂暴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结果？好残忍，恶心你！一样的加成就一样的加成，后面跟个三狂暴。我要的狂暴是那个戒指上要加个狂暴，不是说耳饰要一样的加成要狂暴。万幸中的不幸，出了一样的加成，但是却高兴不起来，直接就告诉你结果了。狂暴呢是有一定几率在战斗中把你的防御转换成伤害，你3000攻3000防啊，然后触发这个几率以后呢，你就变成6000攻啊，基本没防。精清专用，专用特技选择的余地160专属特效专用，哇操，够用啊！60敏捷的永不磨损，还带特技7归速啊！今天双不磨，这号鉴定有点东西，228213，白板，不磨出的真多啊！不磨出的是真的多，来一个取号，而且这个号的话是不能转门派的，就正常的来讲，一个号七修全满的话，就只能给它算成一个3500。但是东海渊的话，我觉得保底得算6000啊，因为后期自己练的话，点修啥的麻烦，再加1200。啊，深海狂沙抢到了鲨鱼，再加1000，行囊两个格子啊，锦衣浪淘沙先加2000啊。但是由于东海渊的特殊性，它是不能转门派的，所以说浪淘沙会更少，一定得买礼盒，所以说我觉得得再加1000。染色的话，衣服的话再加上一个450。黄哥，我一号中的怎么还没到啊？别急，你填写好姓名电话地址啊就行，填写好了吧啊？奶酪难不难闻？不行，问问刘洋，不用问啊。15天没到再问，一号中的现在没到也正常。星河乐章再加360，雨仙哥再加360，浪淘沙染色帽子再加150，翻版再加1500啊，赤云钻再加360，东海渊没有神器，子女先力激发真不错，701加462加39加301，再加上一个2000多，孩子不加10段的七星三叠头，10段的七星三叠头得10000吧。腰带的话4500，昨天刚学的。鞋子放下屠刀葫芦宝贝2000，项链的话是237500啊，衣服的话是182加20202，体魔双加是22的葫芦宝贝3000，无级别武器加魔力488啊，我12乘以个8减去啊553，初始伤害457，比140的国标多了6点伤害。这把武器是庄周梦蝶，也就是原造型其实是法杖。法杖457的伤害加魔力37000，差不多够了。它只是转换成枪的。零式的话5000加3000 8000，零式的话5000加3000 8000，戒指的话是6000加3000啊9000，耳饰的话是6000加3000 9000，六级的气血方刚啊再加2000，壁垒这个技能有点垃圾啊，2500，电魂闪啊2000，房子好，素质好，工资也还，归宿47，用处不大啊，看阳户啊，逆境也没有，这个600，再加2000，再加2500，再加2600，这号119480，119480啊，兄弟们，这号看起来没啥东西，面板不好看，但是价格很高啊，因为它没神器，119480啊，武器看了，武器算的3万多，还价第一个就14万多啊，12万、13万、13万5。149500啊，149500，差了3万块钱的。7月7号，今天凌晨摆的啊，中午就被秒了，11个小时就被秒了，减去145000啊，差距的价格为3万，3万除以149500，差距的价格为20%。480加敏捷，205高龄，专用利敏双加544，专用项链，专用武器，光辉指甲刀，又是一把专用武器，我操，专用不磨刀来了，兄弟们啊，专用不磨刀来了，644除以3加626。加133.33，973，这把刀跟我的刀差不多呀，兄弟。33再加上6，乘以个0.，给你算十多领用0.77，加30.03，这把武器是1004啊。看一下我的吧，我的去掉宝石呢是13段宝石乘以25，再减去989，664的命中除以3，再减去664，纯伤885，减133.33啊，纯伤是1018，不算敏捷和体质。老板，你这把武器藏宝阁是能找着对标的，你直接对标860的不磨就行了，860的不磨刀，这把武器玩的人一定是玩狮驼的啊，这个是可以确定的。现在我没有打开藏宝阁，我给你盲猜，你的武器应该是接近于一个光辉指甲的斧头啊，出伤800啊，收840，然后靠属性吧。魔族能用的武器就是个狮驼岭啊，刀斧锤宝珠弓箭没了啊，有一个光辉之甲的15段的斧头跟你有点像吗？这个就来了啊，这把武器跟你差不多，它是857，然后你的是刀，它的是斧，这把武器跟你的就有点像，它的武器出伤是857，如果打到16段的话加133.33，它是990，但是它的非专用，对吧？你的这刀它是斧，但是它多宝石多光辉。